老木打野啊、喔！好啦，古墓的局了，古墓掉。人生如是，草木一秋，世间功与名，滚过，开烫喽！哎、欸，怎么多一只啊？好嘞，多一个是怎样？来喽，大跑一口！啊，没魔了。啊，有魔！回家，回家！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！啊，完了，丢不到。那、啊、怎么多一个纳克啊？看他搞这样子。差点把那个夜叉杀了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把压穿呢、欸！他走了，要走了，不然我要死了。他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在想这古墓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长这样？我们抽杀防御塔要怎样？讲话不要这么难听。我立家偷刀，夜叉看到我那尿裤子，然后这个人是怎样？完了，我死了。我的替罪羔羊哎。跟你说一声拍谁啊？我只能说一句 ，I'm so sorry。
凯撒已被击败。哎呦，这么强！嗨。夜叉是很纳闷，奇怪，我这一只角色不是应该暴打很多凯撒路吗？这个辅助转成凯撒路，怎么可以把我打成这副德性？他已经懵逼了。怎么又是你？走路走得好开心呢、哦。超好笑，哎，不好笑了，笑不出来了啦。他们是不是你的粉丝吗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要笑。这角色太瞎了，他这个拍手太刁钻了，这拍手太脏了。清线慢一点，还好，其实没有很慢。还敢狙啊？你是拍过手是不是？拍出三个山老鼠，真的是拍了三个山老鼠被我拍出来、欸，敢拍一个人都蹦出来了。那个书没有动过哎、欸，为什么能这样玩？那个书超好笑，那个书这样，站都站不稳了，那个书。很颠簸啊，他人生过得很颠簸啊，22.9%，27%，唐商啊，妈咪啊，超好笑，这角色真的要练下啦，这角色拿来打夜叉好爽、啊。